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玄机岭七藏四十二、定风夺十七、蝴蝶二、浮霜虫四、潮汐十三、天曲木七藏五十八、定风夺二十六、蝴蝶三、浮霜虫五、潮汐二十一名潮一条龙一点一层萧山全收集任务，定风夺七藏香、宝香、浮霜虫、潮汐自细生蝶蝴蝶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批来到细光滩右下角这一个锚点。哦，到这里之后，我们把私聊转到我们的西方向、西南方向啊，地图左下角这边往上爬，从那边爬上来。好，爬上来之后，在我们左手边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，这里一个细生蝶，摸一下。一路把这个细生蝶送到位。好，那它到位之后，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这个尖上啊，这里有一个基准乞讨箱，捡起来，创梦捡起来之后，西方向地图左边走到悬崖边，我们跳下来。哦，跳下来在这边这一个骨头啊，这个骨架里面啊，这一个定风夺拿一下，拿到这一个定风夺，我们再往我们的南方向啊，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走过去，这里是一个深海挑战啊，来到旁边这里点击开启挑战。好，那这个好，那这个是这样的啊，它我们需要把这只就是这边这一个啊弄成和旁边的一模一样的样子，然后连这个连带着这个顺方向啊，方向给大家调整一下啊，也就是面向东方向地图右边这个方向啊，这里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就拿到这一个精密的祈堂箱。那拿到这个祈堂箱之后，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走，爬上来走到悬崖边，然后低头，这前方这里瀑布的中间这里有个平台，平台上一个基准祈堂箱，捡起来之后再继续往前低头，好，飞起起飞，然后低头看啊，低头在这边这一个这个应该怎么说啊，反正在这里有一个定风夺啊， A 一下， A 了之后在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跳过来，刚才已经看到了这边这里有一个朴素祈堂箱，未雨绸缪，好，捡起来这一个朴素祈堂箱，我们再把视角转到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，我们往下跳，在中间这里有一棵树，哇，这棵树的树枝上挂着一个定风夺，我们来枪手角色 A 一下啊，拿到之后南方向地图下方跳过来，在这边这里也又是一个朴素祈堂箱，捡起来这一个朴素祈堂箱之后，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红镇左边的这一个中枢信标。好，那回来之后我们把视角转到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，走到悬崖边，找悬崖边跳起来，打开风机啊，打开这个伞翼，然后回头，在这里有一个定风夺啊，好，等一下，拿到之后，我们再继续往脚底下看啊，继续脚底下跳下来，这里有一个朴素祈藏箱，捡起来，肺部捡起来这个祈藏箱，在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，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，我们来着把这波怪清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清了怪之后，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，拿到奖励之后，我们再看到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掏出枪手角色，这里是一个，这里叫什么鬼来的？无双虫啊，给他打了。那打了之后直接打开地图传送到我们下方玄机岭右边这个锚点。好，传送过来之后把视角转到北方向地图上方，同样掏出枪手角色啊，这边树上的定风夺打一下。好的，拿到这个定风夺，然后再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小地图上定风夺的位置，这里我们跑过来，然后从左边墙壁往上爬，从墙壁往上爬。好，那在这个缺口这里啊，把这个定风夺打一下，拿到这个定风夺，然后继续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继续往上爬。好，那这边爬到这里之后，这里是一个朴素祈堂箱，捡起来这一个朴素祈堂箱，捡起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继续爬，继续往上走。
好，这边走上来之后，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，我们来把怪清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清完怪之后，拿到这个潮汐之仪的奖励，拿到奖励之后，再继续西南方向，西方向你的左边这边走过来啊，这边是深海挑战啊。好，这个我们往这个它的右边这一坨啊，背后这里过来。好，然后面向这个北方向地图算方这边调整一下啊。好，然后拿到这一个精密奇堂箱，未雨绸缪。有啊，拿到这一个精密奇堂箱之后，再往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边走。好，这边过来把这个潮汐之翼打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清完怪之后，拿到这个潮汐之翼的奖励啊，拿到奖励之后，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边走。好，一直往前。哇，那到这里前方这里是一波怪，我们把这波怪清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来拿到这个溪水奇堂箱。好，那我们拿到这个奇堂箱之后，再把蛇妖转到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边往回走啊，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边往回走，前方有一个跃迁器跑过来，站上跃迁器，那把我们弹射过去。好，然后继续往前，在前方这里有这个拱门石头啊，爬上往左手边中间，应该算中间这一个，这里往上爬。往这边爬上去，好，这边这里爬过来之后有一个基准奇堂像，捡起来，捡起来之后，上方啊，在对面啊，这上面这里还有一个、啊，这里我们跳到对面，往上爬，冲刺钩索，哎呦，这边往上爬，上面这里是一个精密奇堂像，你被捡起来这个奇堂像，再往我们的这个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边跳下来啊，在这边比较低的这个石拱门的上方啊，这里是一个普里夫奇堂箱，捡起来之后，我们再回头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定风夺打一下，打了之后在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边跳下来，这里是一个打怪的限时挑战，我来做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来拿到这一个精密奇堂箱，拿到这个奇堂箱再往东方向地图右边啊这边跑过来，这前方这里有一个潮汐之仪。好，我们来把这一只怪清掉。好，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翼的奖励，拿到这个潮汐之翼，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，我们就下一批再见，大家拜拜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批来到游龙级左边的这一个锚点。好，到这里在我们的旁边北方向地图上方啊，这边深海挑战。好，这个我们去到最右手边，在这里，然后把这个这个什么朝向调整一下啊，拿到这一个精密奇堂箱，拿到这个奇堂箱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一个跃迁器，好，弹射过来之后西南方向地图左角这边一个潮汐之仪来清一下罐。好，那我们清完罐之后拿到这一个潮汐之翼的奖励，继续拿到了这个奖励，我们再把四条转到我们的东南方向啊，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跑过来，这里是一个残星会的镇守箱、啊、来清一下罐红草白。好，那我们清完罐之后来拿到潮这个精密奇堂像，拿到之后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走。好，这边有只鹤在这个乱石堆的中间，这里是一个朴素奇堂像啊，捡起来这个朴素奇堂像，我们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走。这里一直往前，这边有一个跃迁器啊，站上这个跃迁器。好，弹射过来之后，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，这个建筑的最高处，建筑的最高处。来爬一下，
好，上面这里一个定风舵 A 一下，那 A 的这个定风舵，新单方向地图主来讲，我们跳到最下方，这边跳到最下面。好，然后回头，好，这里面有一个基准起航向，捡起来，捡起来之后我们先走出来。好，那走出来之后我们往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边走，好，前方这里有一个这个叫浮双虫，那绕到它的背后，从它背后打，好，掏出枪手角色打它的弱点啊，拿到这个新生啊20个，然后再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边是一个打怪的挑战，我们来打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精密奇堂箱，拿到奇堂箱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，这里是定风舵 A 一下。好，拿了之后打开地图，我们回到游龙级左边这一个锚点，那回来之后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走，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。好，来七下怪，那清完怪就来拿到潮汐之翼的奖励，拿到这个奖励再往东方向地图右边这边走过来，前方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建筑，在这个建筑的里面，这里面啊定空舵 A 一下，然后这个蝴蝶跟着它走，好，那这边把顺手这些怪清一下，清完怪来拿到潮汐之翼的奖励，拿到之后我们再回头继续把蝴蝶给它送过去，把蝴蝶送到位。好，蝴蝶到位之后，在我们正前方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，这里一个跑酷挑战，好，到终点出现精密奇堂巷，捡起来，捡起来这个奇堂巷，打开地图，猛来到千曲木的这一个锚点。好，过来之后我们把石条转到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，这里我们从旁边爬上去啊，在上面那棵树的底下啊，从左手边南方向地图下方啊这边往上走，去到这个树的平台，这树底下有一个基准奇堂箱，你被捡起来这个奇堂箱，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低头跳下来，这里有一个定风舵，好，来 A 一下，好，然后正前方跑过来，这边是一个潮汐之仪，我们来把这只怪清掉。好，那清了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，拿到这个奖励之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走，正前方这边一个定风舵 A 一下，好 ，A 的这个定风舵，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边过来，是一个潮汐之仪。好，来清一下怪。好，那我们清完怪之后，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，拿到这个奖励，再往北方向，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边走，走过来，在正前方这里一个朴素奇堂巷，还有一个就是定风舵。那拿到之后，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西方向啊，地图左边，从这边走过来。好，那在前方这边有一个。就叫一个石墩啊，在这个石墩顶部这里有一个朴素奇堂巷，未雨绸缪，捡起来这个朴素奇堂巷，我们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往上爬。好，那在我们头顶上这边白色的这一层啊，白色的这一层这里有一个精密奇堂巷，捡起来这个奇堂巷，然后继续往上爬。好，爬到对上方，然后把视角转到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往前走，贴着悬崖边走啊，然后低头
这里有一个朴树七张像，继续捡起来这个朴树七张像，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啊，地图右上角这边往下跳。好，再继续往前，在前方脚底下这里有棵树，在这棵树的底部，这里有一个朴树七张像，捡起来这个朴树七张像，然后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，地图右上角对面，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对面。好，这边是一个生态挑战，过来坐一下。好，这个在这个缺口，好，转过来啊，面向这边，这是哪边？面向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啊，然后就能解锁了，拿到这一个基准七方向去，拿到这个七方向往东方向地图右边啊，这边往上爬。好，爬上来，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边往前走，这里又是一个生态挑战，过来开启。好，然后回头，这边是一个右边形，但是面向回头的这一边。好，差不多就这个位置，箱子解锁，拿到这个基准七条箱，拿到这个基准七条箱，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走，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，来把怪清一下。好，清了怪之后，我们拿到这个潮汐之仪的奖励，拿到之后再往东方向地图右边这边往上走啊。好，一直往前，这边能看到有四朵花，这地上的四朵花给它拔起来，香灵草。好，这边会出现一个朴树七条像，好吗？捡起来，然后再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往前走到肩上那棵树，前方那棵树底下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定风夺 A 一下。好，那拿到这个定风夺，东方向地图右边啊，这边有一棵树，在这棵树的正中间还有一个定风夺。好，来到这个树中间 A 一下，拿到这个定风夺，拿到之后再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跳出来，这边出来往前走，在前方这平台上啊，前方那个平台，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一，来清一下怪。好，那我们清完怪之后，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，拿到之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走，走到悬崖边，走到悬崖边，然后低头跳下去，在这棵树脚底下，这棵树往前啊，这棵树的底部，这里是一个朴树七张像，捡起来之后，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瀑布的旁边啊，低头往下跳，在这里又是一个定风夺，下来 A 一下，拿到定风夺，拿到之后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继续往下跳，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一，我们下来把这些怪通通给它清掉。好，清完怪之后过去拿一下这个潮汐之一的奖励，你拿到潮汐之一奖励，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过来，这里有一个跃迁器，站上跃迁器。好，这边弹上来，在我们旁边啊，这个平台旁边南方向地图下方这里有一个朴树七张像，捡起来之后站上这个平台的跃迁器。好，来到这一层，然后继续站上跃迁器，再来到这一层啊，再站上这一层的跃迁器。好，一直给我们弹射到这一层，这边有一个基准齐长箱，捡起来，去啊，拿到这个齐长箱，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，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啊，大家拜拜。